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十方是知识，大家五十啊！咱今日呢是咱五一五月七日的劳动节，啊，咱所有的全国的同胞，咱的劳动节的节日，啊，一只呢，咱啊向全国的劳动的同胞呢，啊，恁的辛苦，恁的努力。你为了经济，国家的经济，国家的建设，这打拼啊，一只咧，以足各位咧，咱国家经济渐渐的复苏，咱国家咧，哈，咱的政治渐渐的稳定。啊，人伫世间咧，伫天下间，拢是伫日甲月中间，天下的。的服务，为做美，为做日，拢是伫劳啊，拢是伫动。所以照讲起来，劳动节啊，是全所有人类的节日。咱拢是日甲月之下伫劳动、伫工作，拢向着社会的公平，向着社会的安定咧，啊，甲向着咱这个。哈，中国共同的希望在打拼，在努力。所以啊，咱古圣先贤发明这字啊，做这字是有够厉害，有够伟大，有够大智慧啊！咱来看，哈，这罗家，罗家面顶两个火，就一日一月。哈，这个就天卡的，天卡的，这咱呢就是工作，就是、工作。所以咱人呢？应在光明下工作，暗时嘛是光明，日时嘛光明。光明就是问心无愧之路为光明。所以这路啊，是有劳动节，日月啊，天卡下之下咧，咱的工作，咱的尽本分，咱的用咱心口意来做回馈大众的工作啊。所以咱来做人，咱就爱动。做人都爱劳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无论是天边、伫海角、伫暗时、伫早时、伫中昼，咱拢是天下的来奉献咱的愿力。咱是为了奉献，为了服务为目的来到世间。咱为了知恩，为了感恩，为了报恩呢，过来世间过出世一撮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大家咧。啊！伫遮咧，咱共同互相来祝福，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哈、啊！咱的家来会平安，咱的福会增长。咱的劳动，劳动，劳动啊！咱若要劳，一定爱动，有动就必定有劳啊！包括咱头壳的想嘛，同款，头壳的劳心、劳心、劳劳脑力，这拢是在动，因为咱每个人的思维思想。无停过，永无止息，因为地球伊将来都冇停过。那么当然，咱每个人的思维思想嘛是冇停啊。这是一个大宇宙的法则，咱人辛苦，吼、哦，就是一个大宇宙啊。咱人一个辛苦，就将所有地球、山河、大地啦、阴阳、日月啦，所有的拢接。在咱人的辛苦内面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咱来好好珍惜咱的辛苦，珍惜咱的身体，安尼才是对，才是正确啊。那么最近来咧，好，咱咧合作啊，网络咖啡哦，就足多啊，一直一直在增加，甚至咧，真个年轻朋友。
吼，你的劳动呢，你的劳力呢，你一直就用精神去劳力去追求，结果忘了你们的学业，未记得你的学业，未记得你的本分，哈，暗时三更半夜出去，爸爸妈妈一门望，爸爸妈妈呢，徛在门边的等您回来，啊，等您啊小朋友呢回家来，爸爸才放心。这种爸爸妈妈的伟大，爸爸妈妈的慈悲啊，难道咱做的小朋友，恁敢没有想过吗？换做您的立场，换做小朋友的立场呢，恁安呢，作何感想啊？所以我们的劳动劳力，你劳脑力啊，你还得从创造去发明去寻找，不是从玩乐里面呢，哈，去找到一些你发泄的方式，造成一家人也不平安，你的功课一落千丈。到最后来，一定要让小朋友心安的什么没有，空空。所以，咱做许多人的人，爱甲囡仔、甲鼓励、甲提醒，这是利害关系。你甲你叫讲莫去拍，说了做电动玩具嘛好，叫莫使去网咖嘛好。那么你爱去甲讲这道理好听，可以回归正常。啊，网咖未去，嘿，没有罪过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你时间三更半夜不回家，啊，不回家困啊，整个阴阳颠倒去啊，这不是很合理，不是真合理。咱来讲合约啊，咱所谓开网咖的老板先生啊，太太。哈，恁的慈悲心要让囡仔消遣，较袂去做歹事，去学较袂去相拍，这道理非常的好，会当脑力激荡也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建议呢，咱会当鼓励囡仔呢，能够好过正常的生活，过正常的生活，这囡仔也许过去生。是咱的老爸、咱的老母、咱的恩人、咱的囝、咱的某、咱的翁婿，伊拢是不一定的事情，嘛真有可能啊。所以啊，咱也可以做这生意、这事业咧。好，咱一旦和小朋友鼓励他们，安尼恁嘛一个真大真大的功德啊，恁嘛咧种福田啊。那么恁的事业会更加长远，恁的事业会更加。营营万万去经营类，啊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因果轮回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唔通看了眼前利，你若看了眼前利啦，一定阿摆咱遐所赚着嘛无可能流掉的，嘛到尾赚溜溜，食溜溜，咱的囝一定有因果果，嘛敢能毁了掉的。这点各位爱了解因果，人来世间拢是佛菩萨化身来世间，咱应该爱有大慈大悲，这心呢以大众的利益、大众安慰为宗旨啊。各位十方圣弟兄。咱人来到世间，拢是有一个真深、真深的善缘，才来到底呢。啊，无论是往后众生凡夫造出，拢是过去生无量劫来有真深的因缘。咱来做生意嘛，同款，一家人来到底做生意嘛，嘛是真心结的好善缘。你这世人才会大家共同来做生意，做这个事业。那么相对的，好，咱比如啊，开某种的行业，甲所有咱人客咧，拢有真心真深的缘分。尤其咧，咱拢是佛菩萨的化身来到世间，投胎重新出世。所以啊，人甲人中间的安慰，人甲人中间的过着正常的生活咧，咱大家拢有互相相关心、互相相关怀、互相相关照。啊，所以咱真济啦，啊，开网咖的先生朋友啊，啊，咱呐尽量鼓励囡仔，第一爱叫对学业爱过好，第二咧爱正常生活，安尼来咧，恁的功德恁嘛是伫修行咧，啊，恁嘛是做好事咧，恁嘛是顶个来世间伫找去恁生生世世有缘的人诶，有缘的亲人咧。啊，所以啊，咱生
做生意啊，哈、哦、是千真万确，是会好的修行的方法。咱佛祖所讲的正业、正业、正常的正当的事业。那么既然安尼呢，咱就爱加进一步对心灵、心灵去做。所以咱啊最近呢，真侪囡仔哈去网咖暗时转来，足侪家长爸爸妈妈要紧哦，走来找拜罗祖求佛祖，唔知要安怎，囡仔唔知要啥方法呢？啊，无咱依照易经啊，哈啊囡仔三个唔转来咧，啊这孩童夜不归啦，或者是。有人都上网咖，也是四处耍去啊！吼，就挂上骨类花风，就是讲追求科技啊，应该适度。啊，追求科技啊，容易迷失。这两项是讲一体。那么追求咱的电脑是科技啊，这些科技也有啊，最先锋的科技科学。但是诶，咱爱适度。要适度，你也太过于很追求的事啊，很容易，真容易的迷失去啊，真容易迷失，迷失啊，忘了自己是谁。各位些小朋友，恁拢是佛菩萨来投胎转世，结果咱投胎到身体上下来咧，忘了自己是谁，袂记得啥人，家己是啥人，拢家己目睭看着想要爱，所以迷失去啊。到你打完了回来，你的心不安。第二天你的功课无，把自己对比丢。第二页，哈，你睡觉睡不好。第三呢，身体又弄好不好。第四呢，吃饭呢，哈，又不正常。啊，第五呢，爸爸妈妈过烦恼，阿公过烦恼，啊，老师呢，个人逼着这里好多啊，好好读书。结果呢，你心不安嘛，没有安，结果迷失了。要是啊，咱啊可以这个啊、做些生意的先生朋友啊，先利息啊，咱尽量鼓励伊拉过正常的生活啊。当然只爱赚是无唔对，但是啊，咱赚了钱呢，有阵得去失去的时，确实咱袂好。啊，赚了钱失了得，得是无得深刻啊。那么钱呢，偌好算，一天给他偌济。但是咱那得失去，阿摆咱惊惊顺顺，爱去排这个得因果啊，灭火，咱都无自卑啊啦，无自卑啊。所以咱劝小朋友，你们来耍网咖很好，但是基本的条件要顾，爱顾。那么各位，恁嘛是在寻回一挂迷失的羔羊，啊，咱做生意嘛是揣着一丁迷失的羊啊，还倒啊还归家。那么你的功德，你就是菩萨的化身，佛的化身啊啦。好、哦，各位唔知有去想到无啦？好、啊，再来咧。心情迷失咧，伤害难免。你若太过于追求咧，吼，那个迷失伤害难免，一定的道理嘛，吼，功课不好一定的嘛。过来，借宿祖先突破黑暗，记住啊，借宿祖先的重要性，这两项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咱往往真侪囡仔咧，最近真侪信徒来，我奇怪，恁老祖先有诶兄弟辈、阿叔辈，拢无咧甲拜，吼、哦，啊厝含祖先的观念都无，你无祖先的观念，你会见到是大人的观念，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嘛。那么闽南人的观念，囡仔老咱的观念，咱都好好教。在紧紧紧张，甲人讲囝唔对，结果咱无祖先的观念，你怪啥人？因因果果啊！所以祭祖祖先非常的重要。我发觉即摆真侪少年人对祖先的尊敬啊，对祭祖的尊，这个重要性，拢疏忽去，拢疏忽去啊！结果囡仔一个比一个较歹，偌敖，天理啊！天理因因果果，所以希望各位咧，哈、哦，咱啊祖先祭祖啊，真正非常的重要。咱啊早起起来，咱啊点香拜祖先，哈、哦，请历代祖先带囡仔某某人三魂等七魄等来本体，
连续念十二声，哦，请六代祖先吼，你向拜拜，请六代祖先救援七祖，带某某囡仔、某某人啊、孙某某人三魂七魄转来本体，啊，请六代祖先啊，带某某人三魂七魄转来本体，会当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会当好好读书。所以咱若有这安尼做者，囡仔自然就较会安详、较安定啊啦。我再过作些啊，加些信徒来，找无囡仔，囡仔外口乱乱嗦，咱用安尼来向祖先来禀报。啊，有诶，紧诶，要要紧紧诶，哈、啊，就去啊拜祖宗、拜祖先，好过来当拜祖先，你诶囡一定会较乖。若是咱一个人无一个祖先的观念啦，那要好咧真困难。所以祭祀的重要性，那么依法修行烦恼会免除啊，是吧？祭祖就是修行啊，祭祖敬祖先就是修行啊。好、哦，咱啊烦恼你就会得减少去啊，烦恼啊。所以人伫世间上啊，烦恼就是咱的囡仔的问题。那么要让囡仔安详，拜祖先是非常的重要。十方圣地七，五月七一，啊，是劳动节。那么咱五月份呢，哈、啊，我用易经啊，哈、啊，甲算甲推呢，咱易经五月份，大家爱注意的五月份的流年月令啊，哈、啊，就是三火盆，三火盆呢，啊，三火盆哈、啊，第一呢，闷色啊，应恰当魔鬼分。哈、哦，应当接近有实力的人，莫外表的报道，可能扰乱着咱的心。好、哦，那么报道文字报道啦，爱有远见，媒体报道爱有远见。第五呢，一切文章爱重实质，爱重实实在在，实在在。啊，那么实在了，咱就莫看。哈、哦、啊，那么放弃虚伪啊。好，悠然自得啊！咱啊会记哩，放弃虚伪啊！咱真侪人拢在表面的追求，真侪人安尼。所以五月份来咧，啊，灾车是还可以，啊，还可以。内销外销，诶，这个是小可有开始的起步来，开始的起步。好、啊，但是国内咧，是是非非咧，要一大堆，是是非非嘛，要一大堆，无事实的报道。哈、哦，想尽办法要甲国家内底的哈真济机密啊，等等啦，你要甲露出来，予大家知影，这并无代表讲是咱报道者写文章的啦会咬，这个因果业力恁爱去担，恁予政府专门去烦恼什么事啊？因果果恁爱家己去负责。那么咱相对咧，咱全民爱了解。好，打一个是真，打一个是假。咱国家自有咱的啊，国家当的这个当政啊，这个执政的人，因会去费脑筋。相对的，那么希望咱执政有关部门的人，恁啊提起良心，为全民的利益为利益啊，这就是恁的修行的功德啊啦。啊，所以咱真济媒体报道，那实实在在。好，唔通虚伪的报道，那安尼呢？扰乱全民的心啊！因因果果，恁爱家己去负责，恁家己去担。哦，这一时，恁你感觉哦，我是真正嘿搞笑。结果呢，生生世世的因果，恁爱家己去排，恁爱家己去啊负责，迄袂好。看万人代志啊，爱较客观，爱有实力。所以再三的强调，好，咱全民的心态，全民的心态，啊，甲咱工作者的心态，政府的心态，好，拢伫即啦。第一就是文事，文事咧，好，就爱恰当，莫过分，莫包装，甲伤严重诶，好，但是莫用包装诶，实实在在，应当接近有实力诶人。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，吼、哦，咱虚伪碰风的人，咱得莫去对，哈、啊，莫让外表的报道甲咱引诱伊，哦，三老好都老好嘞，那莫引诱伊。第四咧，文字咧吼，报道咧爱有远见，咱做新闻体嘛好媒体啦，咱爱有远见，这才是咱的啊不，咱的本分。一切文章爱重实质，
那一段实实在在报道，那莫以为盲目念掉去，好、啊，放弃是虚实啊，悠然自得啊，世间充满着虚伪啊，好、啊，世间真正虚伪的代志有够多，那放弃虚伪啊，好，那安尼来咧，好，那都大家社会的相互，所以虚名相分啊，好，咱开始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啊。讲结善缘啊，所以咱五月份来，咱只个无论媒体、各界层恁的报道，应该爱本着以和为贵，好，咱要本着一个大众的安慰，就是安慰社会的安定，就是咱的安心嘛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了解佛法以后呢，因哥哥咱了解以后呢，咱会当防止无必要以后的烦恼啊。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。